大家好，这是 GPD WinMax 的游戏试玩。GPD WinMax 是一台八寸掌上电脑游戏机，配置并户 i5-10345G 基处理器，16G 运行内存，3733频率，512G 固态硬盘。其实很早就有玩家要求我测试逆战了，一直到现在才测试，主要是因为我知道玩这个游戏毫无压力。逆战是腾讯系列上的网游，和 CF 的游戏模式差不多，但是比 CF 的画面要好。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游戏的帧数基本上在70帧以上了。现在是 PVE 打怪兽模式，所以画质设置在高档，其实还可以设置更高的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画质都差不多。后面还测试了 PVP 爆破模式，那个模式下要求更低，直接设置极高画质就有90多帧。毕竟 WinMax 可以无压力下魔兽，而且无人传跟，所以玩一下逆战这种小游戏不在话下了。